然后期望他用这个蜂蜜牙膏以后对我说的话都可以像蜂蜜一样甜。哇！所以你说牙刷是谁？牙刷是我。是你是不是？对。王鹏远，他小孩子，你现场不刷牙的话就……刚才是写的，刚刚写的。真的假的？王鹏远想刷，刚刚太阳比那个……刚刚一直在剔牙。不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回家会哭。会生气。OK。那个太阳笔还有吗？我可以加在上面。是的，综艺史上第一次节目上刷牙。好酷！彭于晏出现史上第一次刷牙 live show， 打破形象，爆笑登场。好好好，非常的专业。味道怎么样？很积极的想要加入。彭于晏，你该怎么？好不好吃？真的好吃。又来了！又来了！又来了！什么美食让大家吃的欲罢不能呢？咱们接下来汉娜对于彭于晏老师使出蜂蜜牙膏组甜蜜告白，能不能抓住老师心呢？ 刚才是现场，刚刚现场。真的假的？反正我也想刷，刚刚太阳比的那个。刚刚一直在剔牙。不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回家会哭。会生气。OK。那个太阳比还有吗？我可以加在上面。是的，综艺史上第一次节目上刷牙。看哪里帮他刷。哇！怎么刷？吃下去的美食。 这是可以吃的吗？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不行啊！骗小孩。怎么样？你还没什么话要补充的？没有什么。对啊，甜吗？甜吗？他说，他应该需要水吧？我需要盐水。生花。周单位，千万不要发水给他，他整人马上就一直整人了。哇，好干啊！哦，你帮他拿水，要给他漱漱口啊。哇！ 帅，好，你连刷牙都是帅，真的，你刷牙耍帅看看，特写给他，还好。哎，你看刷牙是不是帅？帅。哇，人只要一帅啊，吃大便都是香的。先吐掉。好吃，好居家。居家。 我放得开，演员就是这样。很自然。太自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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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自
是我记得小仲老师好像喜欢吃草莓，真的，对，所以这是要给你的，谢谢。那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酱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在你后面。什么烂梗啊？什么烂梗？Albi，等一下，小仲，你觉得刚刚那个很幽默吗？可是我觉得就有拉近两个人之间距离，在讲悄悄话的那种感觉。你要喂他是不是？他可以收了啦。你帮他拿一下麦克风，你局外人，你在拿麦克风。收音。也太远。所以这个酱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，我有加洋葱末跟鲔鱼。哇，酱还有鲔鱼。哇，好吃吗？我要吃，还好了，非常的专业。老大好像吃草莓，那个可以加草莓一起吃。老大你好，味道怎么样？我很积极的想要加入，蘸酱，加酱呀。怎么样？我不开心是吧？没有，大家都可以吃。王月，你看什么？好不好吃？真的好吃。来了，还好。
我喂你吃好了。只是想看那东西好不好吃。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啊，谢谢。嗯，送给你。好，谢谢 LB。耶！最后压轴出场的玉兔会使出什么样的必胜绝招呢？我今天要带的是蜂蜜芦荟。的甜，然后它又是天然的，然后就非常的养生，然后再加上芦荟，哇哦，这个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。然后我知道就是彭于晏老师啊，就是他就是拍戏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呢就是不止就是外在要保养，内在也要好好的调理呢。哇哦，没错，大家在外面一定买到蜂蜜芦荟这个果汁，但是告诉你大家，你绝对没有听过，就是用跳舞跳出来的蜂蜜芦荟。所以老师，请给我个 music。哇，半杯 OK， 意识到了。有芦荟吗？没关系，我外加芦荟，你要加其实都加给你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人太裸露了，实在那个摇的没办法进去。裸露就是我觉得蜂蜜够了，需要人家保护的意思。蜂蜜好像够了，玉兔。这样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一出戏就是以蜂蜜为一个。没错，这是好彩头的意思。对，越浓越好。对，他有点小汤匙，汤匙是要挖芦荟用的。喂，妈。哇。玉兔的恐怖饮料会引发什么样惊人反应呢？把你的遥控器放下来，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啊。妹妹们内讧啦，全是为了彭于晏。好幸福哦，一辈子要这样喂我吃哦。哎，要出去出去。怎么样？他骂你做错。夹在中间的彭于晏会如何选择呢？玉兔用热情的舞蹈所摇出来的蜂蜜芦荟果汁，能不能让咱们彭于晏老师燃起激情呢？他要脸熟。漱口是一样的感觉。彭老师，我也想吃芦荟，那你要喂我吃吗？真的很香。好 sweet 哦，我不要冰块，谢谢。冰块，这冰块，因为喝下去会头有点痛这样子。你这是蜂蜜。没关系，很 sweet， 甜甜的。吃哦！怎么样？做错了？他骂你做错？他很会陷入一个人的世界。对，巧克力，哎，巧克力世界。啊！巧克力跟我接吻了！好吃哦！哎，你们啊，谢谢。农家每次都不开心，他刚刚一直没有，我很开心。你我也要吃蜂蜜，他刚刚一直这样讲。有，你喂他，你喂他，我有听到。啊。